先好你哦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沈正义师兄，他每一天都在环保站，为透早无闲加压，可以说是全年无休。看不出来师兄他有得到感情，在那个时候他一点都没烦恼。手术休息没多久，他就又继续出来做环保。是什么原因让师兄这么爱来环保站呢？我们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哎，师兄你好。哎，小兄啊，有啊，啊，即马迄个阿五阿遐吼，阿五阿你无去车，他坐我的车哈、啊，我唔知呢，吼、哦，遐，好，感恩啦哈，好。这是 PE 的料啦，啊 PE 的料，咱嘛要小气，只有冻嘛，啊伊厂商会叫恁甲处理啊，啊咱甲带来互厂商。啊，无这塑胶，这塑胶的物件吼，这拢有冻。啊，够无？我对人闹电脑卡，我来追车，我超几工的。啊，就讲咱今仔日的任务甲完成，安就欢喜啊。每一工的达工过拢会当完成，安就好。他退休以后就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在慈济的，不管是支撑队啊，或者是环保这一块，然后每天都早出晚归，就是比他上班的时候还要忙。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一直用心在做这份工作，也很放心他在这里活动。我想现在在他的生命中，他现在更重要的是做环保、做志工、做慈济这一块。就像父亲节大家去吃个饭，吃个饭回来以后，他还是要赶快再出门，就是即便那时候已经七八点了，他还是要再赶快再出门。那我们可能年节会有回乡下的，不管是好比如说大年初一初二的回乡下，乡下回来以后他还是再放下，然后还是出门，就是即便是在过年的时候他还是会这样子做。这些事情就是已经变成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。黑炭火头树藤，哎呀！我带只，你带只，在恁家。嘿，我到，我带只。因为我觉得他们在那边做，他们真的很快乐呢。他们，我有曾经跟我公公说：“爸，你不要做得这么累啊，你身体要顾。”因为他曾经有动过手术嘛。他跟我说：“可是你不让我做哈，我会更不好呢。因为我觉得我做得很快乐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做得很快乐就好，只是有时候太累，你就要适时的休息，不要让自己身体累坏了。”这样，哎，因为看着就好啊。我未去甲做动的，有时啊，咱也想，今仔伊有时啊太累啦，吼，现在中昼啊，拢无咧休啊，规工啊，感觉不忍心，感觉讲安尼较忝啦。啊，伊就袂感觉忝就好啊，伊就困袂袂就好啊，也无要紧，吓，会做是好啊，吼，对。啊，当然做到即马来，就讲，哎，做得了，才发现来讲，人生的意义，人生的价值，唔是讲伫遐要甲爬山，还是要佚佗，还是要唱歌来听安尼，就想讲啊，啊，你较早拢浪费时间。所以即马一挂咱退休的一挂迄，阮较早的同事话，就要去外国佚佗，要去爬山，要去创，我拢完全拢都无爱参加，袂爱参加，因为我逐天伫欢欢喜喜吃完饱做完饱，啊，含只之间打成一片安尼哦，感觉嗯啊，逐天嘛欢喜啊，我逐天嘛快快乐乐啊。
讲到头路，今年69岁正义师兄退伍了后，在高雄一间合办公司上班。伊就是伫个遐学遐开货车，因为迄个时阵造吉灵车真好赚，伊嘛去开几啊年个吉灵车。后来亲戚介绍去台塑做家属，想袂到一做就是28年，一直甲伊退休。啊，退休要退休中间迄阵多接触到朱姐，进前伫咧交会员钱啊，啊，唔知讲朱姐到底做啥工过啦。啊，到有一天吼，真正就讲要咧八卦遐做迄个回收工好啊，行。啊，做着哎，朱姐有咧做回收，啊，到一摆喊人去巡工的时候，啊，那听上人咧讲讲哦。哎呦，真是真念卖袂成！啊，你经听足侪，捌足侪，听足侪，捌足侪，啊，讲足侪，但是你爱去行经，爱去做。啊，伊想，哎，这哪较对呢？唔是要叫人家保平安，那个去做会当帮忙别人个，做会当人生命中的贵人。啊，开始哎呀，你对啊，对啊，啊去对咯，就爱去做。所以讲，迄阵就开始讲，哦，无要紧，我提早两当提就退休。敬爱的阿姆、阿婶、阿金，你以自信自在的心情，离开了这艰苦的三婆世界，在人、在母、在媳妇、在仔婿，在你灵堂的头前，千金一掌，祝你一路好行，上香拜三拜，拜再拜三拜，上香。这一个寂寞的哀伤，有这一个深深呼唤，句句都是祝福。爸爸以前是在台塑上班，他是开车的司机，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货车上，他也没有所谓的假日。啊，我们就变得跟他相处的时间，搞不好偶尔去就是跑去车上陪他一起去跑车。我那时候的感受就是，他就是一个努力赚钱养家的爸爸。我很敬佩爸爸，说从小帮我们，就是不管我们读私立学校、读大学也好，这些学费、这些生活费，只要愿意读书的，他其实就是一定会供应到我们。只是说他也闲不下来呀，他投入这样的志工行列，我倒觉得对他是比较好的。向师姐行何时礼？家属左右打理。因为这个柯永新师姐啊，伊足用心啊，哦，伊迄阵发现着，一个子宫颈癌，伫咱大林医院的心灵病房住一段时间，也着断。迄阵到心灵病房无多，当倒伫遐尔啦。啊，无伊嘛，迄个化疗是化疗，伊头毛拢落甲光光无，无啊，伫个遮种出来做。放假嘛，不接得了。这嘛靠伊应变，吓靠应变，因为都做用心，啊，但唔甘。啊，咱也无代志，咱先走。欢迎当地陪到最后了，对啦，好，最好。因为我在了，这我爱到在等你，好，我等你了，我在等，好。感恩啊。没有，感恩，谢谢。家属做用打理。好啦，车第一名来呢。行，夹饼啊！洪叔，我们都好了。我正伫基山咧参加工地。好，谢谢。我真无闲哦。因为阮迄位洪叔嘛是咧找我，伊即马6月9号八卦遐买基金啦。啊，所以有啥物代志，咱一区的都拢叫我下面联络啊。我好啊，对拖再拖刀啊，无我叫我有载人呢。我拖刀遐，我浸了吼，我有甲放伫冰箱啊，放伫冷，对啊。好啦，我买那过载好。我开好坐，等下。好。我即马咧开车啦，我即马要开车。好。拜五要白葬啊，星期五啊。退休了后，朱姐变成树下的生活中心。伊每一天拢去人物环保站，无闲到真晚才回去厝休困。
后来因为地主要卖土地，为了要保留环保站，苏雅就提退休金，甲大家做伙甲土地买落来。只是伊的用心，煞差一点啊，造成家庭风波。苏雅今晚要再环保哦。哎，来再环保。看没大小，什么楼？伊个观音国小，观音国小。观音国小呀。你以前是逐天爬山的？迄阵逐天我山顶遐起一条啊，伫遐嘞无？听讲厝内人为着你入来住宅，有点么意见吼？迄是较早啦，迄阵为着土地代志啦，啊，今嘛好还好。今日退休金也开了的啦，我要今退休金开了的啦，爱去甲存两手啦。结果反正讲啊，退休金开了，看是应该变怎啊？我爸来接我，讲别啦，做咱的亏得啦吼，咱落地整个做来工过了啦。还是等这之间大家太共同的核心太出来，共同完成迄个任务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这嘛是一个人的人生的。使命感。那你以前在公司开算拖把车？我那是拢也开拖车。咱公司的车是车原料啊，啊原料拢遐 NMA， 我啊无着不羡慕，律师无，啊律师迄是高压议题啊，啊咧高压议题，迄个伊若去伊个高压议题拢袂使有一点啊。老呢，老出来的变蒙雾呢，啊，伊的膨胀系数400倍，一去了变四百倍膨胀系数，出来变蒙雾。你若拄到火星倒，啊，倒到一个爆炸范围哦，24%，空气中的含量多少？24%都爆炸范围，砰掉，规样变，都一样啊，逐天嘛排炸弹，伊都我咧装。车要过来贵了，车要过来贵。我开看下。哦，无车。哦，无车拄好。无车拄好。所以就是你我职业驾驶啊，所以你安尼两弄我懂，叫我两个行啊，我就拢会行去也袂着。啊，跳出多多舞这个环保站，厝的人不解了解，是讲啊，你这个人哪一个栽入去，就一来就来落啦。啊，你退休金500几万，啊，你出100万，搁对拢的要搁借300万，啊，就400几万啊。啊，你退休金无啊，你要食啥？哎，我唔是去跋脚啉些酒啦，啊，我就是讲对的，钱嘛是我赚的啊。啊，我要做一半靠意义的代志，应该你这个阻碍袂掉啦。咱有咱的原则啊，对不对？我若讲今日去跋脚，你加点跋脚，我做一个靠意义的代志，这应该你会爱会了解，你是无了解呢？应该你来了解，应该这爱斗支持。啊，尾啊，囡仔有啦有，小可那就讲啊，安尼甲拔乱的，嘛甲拔灰嘛唔对呢。伊家己小可即慢慢改善啦。啊，你免倒零呢？我卡骨啦。来倒毛了嘛？这个沈师兄上班的公司啊，台塑公司啊，系啊，阿姨嘛是啊，系啊，阮拢伫咧上班咧。啊，对者嘛是啊，你也叫咩？你食饱饱用干？迄台塑退休啦，迄无效啦。啊，你跟倒咧通啊你？迄台塑退休。啊，恁两个算我同事啊？哎，同事对啦，我两个同事对。啊，我干阿就叫我来吃。我食饱用干，跟倒咧。哎，啊，大家知。那电就得个叫电脑开呢，啊，再要来买菜呢，好话要摆，你来解好未好？我得个叫电脑开呢，再要来菜呢，啊，那无来呢？你这个运动还要少的啦。
只要我多见贵一点，阿姨叫我回去啊。环保站土地问题总算解决好势，以后都免烦恼有人会来讨。苏兄心肝内真感恩，也真欢喜，因为环保菩萨会当继续有一个行风飘雨所在做环保啊。啊，不过人生无常，上天给伊的考验还未结束。对对，有一些状况，爸爸是直肠癌。这要白葬，这葬葬官。好好好。这是三明区一个中国宝树，吼，甲恁学的。以前啊，咱袂袂棉花无吼，真爱旁按空空空空嘛，啊，所以甲恁学个才水。爱到伊嘛是咱迄个咱祖先的委员，祖先啊，爱。对绘画，对伊咧做狂放，啊，所以画甲足远，敬天爱地，植物园，大家做环保，地球又没完啦。盖有创意，盖有创意，盖有创意，真的盖有创意。伊个画飞天无，咱一个主席，啊一个委员咧。吼，这个吼，咱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足扑克，你要改杀来打架，这是起码。即嘛，这人类相无啊嘛，该高相处啊。啊，即嘛，去叫阮去回去啦。阿姨，三个甲打掉啦，这袂当外流咧。出去人类环保站，示范交接了。咱环保站已经偌久啊？已经11年，91年的11月28开始用，开始启用。啊，这个咧起差不多2个月。去南岛边啊，我就起来住个教室这么大。啊，期间断断续续这个顶加工，安尼哦，打呢较袂白，较袂热，啊较袂压火。啊，我老了。你看差不多嘞啦，你这个孙仔跟我起来都乌白搭搭。去打电话，我去遐去。恁大汉拢要落雨呢。啊，你个孙仔较贱尔，无人遐贱个啦。别人拢很大，拢要落雨安尼尔呢。哎呦，安尼我个打电话，你惨呢。我捡两袋呢，一个大一边，一个大一边。我蛮知影伊安怎打。在医院的时候，当医生把他的不好的东西切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一个爸爸，这么健康的爸爸，就突然间切了一大堆。你看到他拿的那盘东西，就会很心疼啊。然后事后又看他很虚弱，一直也会很痛啊。因为再坚强的爸爸遇到这种病，总是你就会看到他虚弱的一面的。哦，我感觉他对实际的全心的付出哦，实在使人感动呢。因为他几乎就是全年无休，卖光一天24小时，就至少有12个小时，一大早7、8点来，一直忙到6、7点，整年都是这样子的。你看他前一阵子他感冒哦，伊嘛是安尼。住起来下，下着一个阿妈是又继续来家。家一般的人就说：“哦，我感冒了，我可能在家休息几天哦，至少休息1天2天吧。”伊拢无啊，就是过来环保站，安尼无用大大细项的代志，所以可能做干杯。啊，所以他就是这样很对慈济啊，对环保站啊，对这些志工的全心全力的付出哦，所以大家拢对都敬佩。所以伊咧带人，所以都实际讲真正是带心安尼甲带起来，家己做给人看啊，安尼带动大家安尼把这个环保站哦做来做好势。5月节这一天，环保站闹热滚滚，孙兄孙姐爱把1500粒的扫帚，这扫除了要感恩环保菩萨的付出。部分阁用来义卖，
这葬料是苏兄这两天发下来，不然这样现场他也会看头看尾，就参存一个大总管。已经没坐椅啊？我今天还想坐椅啊？啊，没坐椅啊？这样坐久会累呢？啊，这样要用那大块砖啊？没先坐这个？坐这个看有够无？好。先啊，点火怎啊用了啦？伊是介善良啊，啊，就故意故意安尼啊，点点啊做安尼，啊，就嘛较袂含人计较啥呢啊。伊是做甲真正很用心在做，啊，都感觉对上人行就是无唔对的啦，啊，都一直去做，一直做，做甲都有一天都若袂做啊，他拍算安尼。我嘛是感觉有身体健康的，都爱赶紧做。啊，我婆婆是从比我公公还要早进去慈济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在那边做，他们真的很快乐呢。我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这样身体健康啊，快快乐乐这样做下去。啊，当然是希望说，如果有一天的话，我可不可以跟着我公公婆婆一样一起走这条路？哎呀，这是我比较期待的啦。在他进入慈济这一块的时候。他的转变颇大的，就是他以前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笑容的，但是他现在在志工这一块，他会跟我分享很多，比如说他们有上台表演手语，然后带孙子回家，他会教孙子比一些简单的手语，虽然那些手语他们也不知道在比什么，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去练习那些手语的，或者是你们做水餐的时候要去走位啊，要干嘛的，因为。难得上台的妈妈会有压力，然后她就会很紧张的，然后那个步伐不能记错，或者是手语不能比错之类的，所以这种事情就对她来说，她很兴奋。更重要一点就是她的荣誉感，所以我想在生活里、生命里面改变了很多事情啊。不过也真的看到一个很乐观开朗的爸爸，跟以前只是辛苦辛劳的为家里付出的一个父亲，我想这两个。有一个很大的角色呼唤，不过现在的样子是更好的啦。对，好起来，快紧，好起来，快紧。啊，佮先有一个落落哦，我来扶一下。嗯，好食。苏兄常常讲，做环保那再礼拜都袂后悔，所以要把握当下，利用有限的生命出来欢喜付出，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套话嘛诶，先两点钟。先两点钟就甲套啦。哎呦，阿奶，阿奶只输了尔，奈个用个电？袂使，用个电就弯出来啊。袂使。啊，你安尼，啊。安尼伤少啦，要啥东西啊？遮济，一个托靠厝呢，这边，要逐工都安尼骑车来，往里倒，哎。